溪水，稻田，古朴的长街，花间的小径，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，承载我童年的记忆与不变的乡愁。它是春。乡愁吧，一种情怀吧，不能让它消失掉。我们这个村是祖祖辈辈、家家户户都在做这个气囊。我们的气囊呢，有500多年的历史，在明朝的正德年间开始，跟永春的纸质画。号称桃园双节，永春乡是几百年的历史。宋朝的时候，阿拉伯的过来在我们这边泉州港贸易，就有出现过永春乡。传承乡文化，传承乡的工艺，必须再辛苦，我们也要给它传承下去。永春老树啦，是家喻户晓，是深入人心。永春老树的这个酿造的技艺啊，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。多少代的永春的酿树人呢、啊，都是遵循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古法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啊，适当的一个传承和创新，所以它制造出来的产品质量，还有品质，还有营养价值啊，都是比较好的。
您好，听众朋友，这里是 FM 1075永春人民广播电台。少小离家，乡音不改，即使多年未见，故乡的山水草木、古厝名胜，让我依旧新鲜又毫不陌生。这座千年古城，它的风景、历史、人文情怀，让每一个远方来客都能感受到这一种叫永春的生活方式。